不只是历史课本上的一行字。我感觉做一个台湾人，应该来看这个时代的故事。我试着去跟立岛的地震事务所调阅户籍登本，还带了四位都是1950年代在立岛关的，一翻，原来户籍是流麻沟15号。在那个时代，连基本的人权，它都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的女性完全跟政治无涉，可是却变成了思想犯。思想有什么罪？为什么思想会有罪？可是，在1950年代，却有那么多的人因为思想犯了罪。这部电影是以三个女性思想犯为主轴，她们是要选择活下去，还是要选择坚持自己的思想是有价值的？饰演蔡瑞老师带出来的学生，我觉得即使你很迷惘或是什么，我都觉得我这个角色在舞蹈中还有在那个场域里还是有找到一点点可以喘息的空间吧。因为老师那个时候在绿岛说其实是状态非常好的时候，也是创作能量很高的时候，但是他被放在这个空间里。庆惠是一个又天真又善良的角色，可是就对于我而言，反而就是因为他的天真善良让我觉得很有距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爱在这，不过我最好把自己放不去，连名也放不去。世界上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即便面对这样的苦难也仍保有那样子的天真跟善良。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场戏是微笑死刑犯吧，他那个笑到底是什么？有很多人说那是从容就义的笑，因为怕家人担心，所以想要留最后一张照片告诉大家我好好的。然后有的人说那是一种最大的抗议，那个笑是挑衅。现在来看哦，其实那些故事都已经在那边了，但是呢，我们的社会一直没有去注意，也没有去记录。台湾100年来的滔天的巨变，在最强有力的影视媒体方面，我们的故事说得太少。我自己看了原著之后，非常的被吸引，被那个时代的女性给吸引，被那个时代氛围给吸引。流麻沟十五号给我最大的考验的确是演员功课，包括语言，包括他们要如何进入那个角色状态，他们要如何进入那个时代。所以这是一个最浩大的工程，也是一个最细腻的工程，就是语言工程。1950年代的时候，民间的确普遍是台语为主，可是在绿岛监狱里面它是尽说方言的，所以我要让所有的演员都是用乡音来讲话，这个要怎么呈现？但是当我们整个都讲究到的时候，那个时代氛围才会真的出现。其实流麻沟十五号在推动的时候，它过程真的也很艰难，其中最困难的就是资金。那有的人觉得说这样的题材太敏感不看好，从来没有那样的经验，就是我自己的户头里面好像一天要付100万，一天要付100万，所以我其实最大的财务缺口就4000万以上。我觉得去正视这段历史或是去拍摄出这段历史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为什么要去忽略它呢？这部片能够变成我们在这个转型正义的时代一个重要的见证。在这里搜寻的新生弟兄们，都是黄皮的红来，都是我受到卖国狗肥的欺骗周辱。现在我们要来以教育，让这些新生弟兄们都成为反共的斗手。我要跪着这位新生，万一马光，我要把跪着的当拜托的主管来导演这方面。但是呢，安尼还阁无够，那是众人的力量，吼，共同来承担这个风险。啊，咱看台湾的电影公司，就会使一出一出一直拍。我觉得我们知道，过去怎么走过来，我们才知道未来怎么走下